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台中的舞团。我们两个要分开，对，必须找一下麦克风适合在哪个位置。对，好的，我们稍微个人的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先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我还有团长小乔儿。小乔儿的尖叫声在哪里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彤彤。彤彤，彤彤尖叫声也要来一个。Hello， 我是小少女思思。思思，耶！大家好，我叫 Yur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韩。小潘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安。哦，拍优的安安。对，我稍微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天呢，情主非常的热情哦，一下就跟我说，你们今天整团都可以来到现场吗？哇、wow ！一口气就跟我说整团要来到现场。我们掌声给我们情主一下吧。呀、yeah ！不过呢，有点小小的可惜啦。那因为我们的晶晶呢，因为他在国外拍戏拍电影，所以呢没有办法来到现场。不过呢，他非常的想要来到这边跟大家说 hello 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也不要遗忘我们的晶晶好吗？对，因为我们晶晶现在在广州进行电影的拍摄，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前来。但因为少了一位嘛，但我们的心还是同在的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替晶晶加油，好不好？因为在不同的领域，他现在有就是在努力的地方，这样子。那嗨舞团呢，现在也持续在不同往不同的方向在努力。对，我们不管呢主持呢，或者是唱歌跳舞呢，还有我们的 DJ， 是的，还有我们的 MC 部分呢，都可以带给大家。所以希望呢，你们可以持续的支持我们，好吗？好。好啦，那这个阶段呢，先谢谢大家。等一下呢，一样会带来更精彩的表演。好的，谢谢我们的 Ohio 带来精彩的表演。现在先。